好特别哦，有听到声音吗？里面的那个汁就会喷出来，好特别的口感，非常好吃。这个不是海哦，这个不是海边哦，大到会让你误以为是海边。非常的甘甜哦，这是可以喝的，太好喝了。好，师傅再一杯。每周六下午6点，勇闯日本秘境，在中市。